这我妈从老家给我烧这些豆角，都是真老真老着，自个蒸着吃。先给豆角这筋摘摘，掰成一个劲儿一个劲儿，给它掏干净。脱了衣裳这芋头给它切成一个点一个点，豆角芋头兑一盆溜，兑点鱼骨面，弄手软软，叫它都能沾上这鱼骨面。软了上边儿，盖上盖儿，蒸它20分钟。趁着蒸菜，给咱祖传的酸椒拿出来。这酸椒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你盼这盼那，你拿这盼盼，这盼了还能传给下一代。往这酸椒肉第九都酸给它缺缺，这啥拉酸气这那，这酸还是酸椒缺出来的好吃。缺了这酸，滴点小米椒、盐、鸡精、生抽，再滴辣点不头钱的香油，滴点水和搅和搅，没这水不知道坨。蒸好这菜，浇上咱这水，你倒说这美不美？美了你还也整啥？赶紧照着屏幕对一对。